Hello，Hello，hello。 早晨啊，早晨，早晨。早晨，喂，直播室啊，今日咧就得我一个，因为阿亨咧佢就放假，就今哇，日冇翻，哦，咁啊得我一哇，哦。个，咁咧今日咧我哋就讲一讲，我其实咧因为近新年啊嘛，咁你梗系要拜个年先噶啦，因为嚟紧星期日就系年初一啦，咁啊讲下你哋嗰边过年嗰啲嘢啊，睇下同即系我哋呢边多唐人啊嘛，你嗰边好似唔系好多唐人噶咋嘛？唔係好多唐人㗎咋，係啊。吓，咁啊，讲下你哋嗰边过新年嘅习俗先啦，因为比较有趣啲。哦，好啊，好啊，咁啊，跟即係，住我就问哦，你，好啊。咁啊，跟住我就问你，咁你呢度唔多唐人喎，你哋有冇啲咩过年嘅气氛啊？即系会唔会有啲咩新年有咩食啊？咁即系我哋而家呢边咧好兴食皇帝蟹啊。咁啊，上次你咪讲到咧，其实蟹同蜘蛛咧都似噶喎，哦，咦，好核突啊！系嘛？咁啊，都系系八啊，只脚咁啊啊。嘛，吓，都系八只脚啊嘛，系嘛，系嘛，系嘛。系 啊，咁啊，其实有咩拉楞嘅咧？你嚟，你提嗱，咗蟹同我讲蜘啲嘢蛛，俾你听啦。其实 data 咧咩啊？可以话好多嘢俾你听嘅，即系八只脚啊咁样。咁但系你知唔知有啲嘢咧就证实咗，就系你嘅手指、戒指、手指有几长，同埋你嗰、那个。即系食指啊，即系第二嘅手指啦。食指有几长，嗰个比例啦，边只长啲咧，就可以话俾你听好多嘢嘅。哦，系系啊，系啊，啊，系啊，我都系啊，听你听过啊过，嘛？系啊，系啦，我哇，听好多嘢过。俾你听过。如果你知道咗点样，你如果你处理佢咧，你仲可以即系出神入化添喎，面度我只食指系长过无名指嘅喎，系咪啊？如果你食系咯。指系长过无名指咧，即系戒指个手指咧，长过佢咧，你就做嗰啲 arts 啊、艺术啊嘅嘢咧，就啱你嘅，好紧要噶，一但系生咧出嚟已经有系啲咁。奇怪嘅喎，嗱我右手咧，右手就唔系长好多嘅啫，左手啊长得多过右手嘅喎，即系个但系无名指长过，总言之就食长指啲长啦，过系无咪？名指，总言之就长啲系啦，啦，总之长系啲。啦。咁呢个好重要啊，就系话喺 arts 个方面发展咧。就好紧要嗱，如果系另外嗰方面咧，如果你系无名指长过食指咧，你唔知又会点咧？就是、你做点嗰啊？啲科技啊、啲 science 啊、engineering 嗰啲就啱啲嘅，计数啊、左脑啊嗰啲嘢就啱啲嘅。如果两个一样咧，你就应该即系做嗰啲区议员啊、选总统啊、做皇帝啊咁嗰啲咁啊、律师啊咁样，即系口才但咯。我一只手一样，另外一只手又长啲，咁点计啊？咁你咪就係完全你唔係偏晒喺 arts 嗰邊啦，你唔係偏晒咯，你又有少少嗰啲可以講得，即係講得說服人嗰種能力。另外咧，即係 philosophy 啊嗰啲，即係如果興你㗎，咁跟住咧，然後咧你又有埋 arts 喎，咁就可以吸引啲人埋嚟說服佢咯，即係你變咗有咗呢個能力咯。咁但係如咁果你好係似系男人喎，咧，因为，如果你係男人，你個手指係即係無名指係長過食指咧。咁又會發生咩事呢？就係首先點解會長啲呢？就係、是、啲荷爾蒙咧，當你出世嗰下咧，你有多啲 testosterone 影響到你嗰個無名指長啲。咁而咁樣咧，因為我哋人類咧都係想即係都睇好多感覺啊，靠好啲嘢咁啊，咁所以變咗就係啲女人你會吸納女人多啲，即係你會有多啲，即係個樣又會人哋話你靚仔啲啊咁樣，咁嗰啲咁嘅嘢喎，係啊。即係如果系，你係啊係啊，如果你其係实咧几有趣啦，係不如啦咁样讲啦，係不如啦，咁样啦，咁啊首先咧，咁啊同大家拜个早年先有幾啦，多因時为間今先？日，有冇講幾多時間啊？今日有，我哋41分要完晒，唔系啊，40啊，因为我今日有3套飞要送啊，《流浪地球二》，咁不过都唔使留咁长，我问问题，即系叫啲人咩啫？咁我有3套飞要送嘅《流浪地球》，咁啊等啲人短信上嚟嘅。咁所以我哋讲到41分，讲到41分，27分广告。咦，唔系喎，死啦！我唔通又计错数？你计计先啦。我会唔会又计错数咧？最后咦嘅时间唔多喎，十八、十九，即系41分45完晒系啱嘅。咁啊，中间仲有节广告，睇下先，23、23、24、25就30、32啦，25、33、33，
32或者33啦。32或者33，哦，第一次講工幾點鐘開始？開始幾點鐘？依家開始啦。係啦，但係41分完曬。OK。依家嚟，仲有一分鐘啫。好好好，馬上嚟。好啊，好啊。咁我哋先講下拜個早年先啦。拜完早年之後咧，跟住我話：，咁啊，拜完咧，好多時咧，我哋都有啲玄學嘅節目講下。讲下咩咩新年啊嗰啲嘢，其实原来咧阿赵博士你都识啲喎，睇手指咧都可以预测到个人乜乜乜乜咁。可以可以，我个洗头手指就唔同睇奖嗰种方法啦，系啦。耶，好，嚟啦嚟啦，好嘅，30秒，好嘅，嚟。好。咁我哋就唔讲咩蟹啊，等于蜘蛛嗰啲嘢噶咯。一下留翻另外一次啦，又得啦。蟹同蜘蛛，你好中意嗰样嘢。好好好。系啊，好中意啊，真系好核突啊嘛，好中意食蟹噶嘛。你咁讲，我唔知食唔食好啊。我都未讲晒，系咯，你问我下个礼拜知噶。等等。好。每一盒都配保温袋，送你大方得体，亦适合家人聚会时候食。放定喺雪柜，解冻加热，即刻有好嘢招呼客人。盘菜另从备替包餐，加啲蔬菜一齐喺火炉上加热享用，美味快捷啦！八福盘菜订购电话：510-764-4416。周末食碗面，锅煲多煮面。好，早晨啊，各位，又到咗咧，我哋啊每个星期一次嘅周末食碗面嘅时间，咁啊同阿赵博士咧就打声招呼先啦。我哋呢边系早晨，赵博士咧午安。Hello，早晨，大家喺加州嗰边系嘛？早晨 ，Cindy 系啦。赵博士，今日就年29啦，我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嚟。系啊，同你哋大家拜个早年，希望你哋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今年啊，一定系好过上年噶啦。大家都咁啊，是不是？大家都是想咁啊，越賺越多咁樣啦，係咪？係咪？好啊，一定嘅。好，咁咧，既然係拜個早年，我哋又送個早禮咧。咁只要大家咧留意住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咁喺節目尾聲嘅時候咧，我哋有3套嘅《流浪地球》嘅飛咧，會送俾各位嘅。咁啊，大家咧就利用短信平台咧，我一陣會問問題咧，節目尾聲嘅時候，咁啊會大家利用短信平台文字輸入你嘅答案，咁啊最快嗰3位咧就可以得到啊呢一個《流浪地球》啊，就喺三藩市啊 AMC 上演嘅 AMC 劇院上演，戲院上演嘅，咁就會係由下個禮拜一至到下個禮拜四啦，咁啊每一位聽眾可以得到2張《流浪地球》嘅戲飛。好，咁我哋咧就同阿趙博士傾下偈先啦，嗱。新年咧，好多時我哋都有啲特別節目，咁就係話預測下嚟緊呢一年個運程係點點點咁啦，咁啊都聽唔少啦。譬如我哋而家播緊係李成澤12生肖嘅來年運程啦，咁啊，但係咧，原來阿趙博士咧，雖然就唔係話預測運程，但係原來你睇手指都睇到一個人嘅運程㗎，係嘛？首先嗱，我首先咧，所有我啲 data 咧都會 post 翻喺我 Facebook 度㗎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咁呢件事咧就係、是、你如果聽過咧，可以睇手指嚟定到一個人咧係有啲咩傾向啊？呢樣嘢得嘅，咁就一路由2000年頭咧，一路到今時今日，啲人都研究緊呢樣嘢，因為一路發覺越嚟越多嘢走出嚟。咁啊，初咧就發覺咧，即係如果你嗰個無名指係長啲，長過你一個 ratio 就係睇兩隻手指啫，就是、個無名指同埋嗰個食指個 index finger。咁啊，無名指就係個 ring finger 啦，咁變咗大腳趾個手指啦，咁變咗你一睇嗰樣嘢咧，但係睇曬兩隻手咧，如果你嗰個無名指係長過個食指咧，即係話變咗你個傾向就係做開啲科技啊、science 啊、math 嗰啲咁嘅嘢咧，數學啊就啱，即係開頭就會上手上得易啲嘅。咁如果你嗰個無名指係個食指係長啲，個無名指短過嗰個食指咧。咁代表咩？食指長啲咧，咁就代表你應該係做多啲 arts 嘅嘢嘅。嗯。咁如果兩左右手都係長啲，即係嗰個食指係長啲咧，咁咧，咁你就更加偏嗰樣嘢啦，係啦，就係咁樣喎。但如果左右手唔同咧？左右手唔同，咁頭先就講咗就係其中一樣嘢一樣。咁如果你兩個都有嘅，左邊係一樣，咁即係雖然你唔係強一樣，但係兩樣都有，又係好嘢喎。咁你就知道喺邊度開始啦，即係你啱啱嚟到啊，如果發覺得個二仔嗱兩張牌啦，二同埋二兩隻二嘅，咁你就唔好玩21點啊，你轉台，喂，我哋玩坐大啲啦，咁咪冇事咯，係咪？玩坐啲，咁你就變咗有呢個咁嘅，有啲 data 就可以話俾你聽呢樣嘢啦。咁如果一樣嘅，即係無名指同食指啊，都係一樣咁長咧。
咁就代表乜嘢咧？咁就代表你應該去 philosophy 啊，即係你個 philosophy 底啊，做律師啊，講嘢啊，做皇帝啊、總統啊呢啲你嘅強項喎、啊，啊即係咁樣。咁如果你一隻手係一樣嘅，咁然後另外一隻手咧就一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同我講啦，就話你嗰只食指咧係長過你嗰個無名指啊嘛，係嘛？一隻手係一隻手係嘛？手係差唔多，差唔多係啦。咁你諗下，你幾犀利嗱？你可以咧，首先啊說服啲人去聽你講嘢，之後咧你又可以用埋你把聲咧去唱下歌啊，又賣得嘅喎。因為你係做 arts 嘅嘢又得喎，咁你就兩樣即係吸完佢埋嚟，再賣多一樣嘢俾佢都得嘅喎。所以呢樣嘢就睇你點用啦。如果你一早知道呢樣嘢咧，咁你又會去點樣咧？可能調轉，你去咗啊歌唱比賽啊，或者係某啲嘢啊，咁然後又去再搭上去。即係如果你有啲 data， 咁即係一話埋俾你聽，樣樣都好㗎，樣都好㗎。咁仲有嘅喎，仲有多啲 data， 我擺曬上我嗰個 Facebook 㗎啦。咁啊，咁咧就係話，因為多啲 testosterone 男士嗰個荷爾蒙咧，就可以影響到，如果係男士啊，就會多啲女仔中意你嘅。如果你嗰個 ring finger 啊，係長過嗰個 index finger， 即係嗱即係咁講，即係話無名指戴戒指嗰只長過隻食指，就如果男士嚟講咧，就好多桃花啦。係啦，另外個睇法就係桃花咯。咁但係、啊、但係當然就你唔會你會多人中意嘅。即係睇你個樣啊咩，佢話哇好啊咩點樣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咁2011年已經發掘咗呢樣嘢，嗰陣時一等出嚟咧就等咗上 CBS News 度，哇幾緊要啊，好多人睇呢樣嘢咁啊，咁啊當然你如果係你覺得煩嘅，又唔好切短你個手指喎，即係總之就係有嗰陣時有個咁嘅 data 出嚟，啲 data 啊嘛，咁但係咧。一路咁樣發覺，咁係咪代表好咧？咁你頭先都講咗話，可以係桃花啦。啊，另外啦，就係可以代表之後咧，佢哋再發現咩咧？就係話原來咧要小心乜嘢咧？就小心前列腺嘅問題。哦，係啊，之後先發覺，因為啲人追落去啊嘛，一路追落去就話啊咁多樣嘢都好，又多女人啦，個樣又生得點啊，哇，仲可以啊做啱做啲計數啊，科技嘅嘢啊，做醫生啊咁啊嗰啲都好啦，咁啊變咗一路都睇落去，梗係全部都好。點不知發覺咧，就係有一個機會，就係如果男士咧個 prostate cancer 咧，即係前列腺咧嗰個癌症咧，就會多啲機會。咁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如果你早知咧。你又可以早啲食啲南瓜子啊，食下啲嘢啊，嚟調理個身體喎，係咪？你如果知道呢啲嘢咧，幾好啊！睇你點睇啊嘛，一樣嘢係咪？咁仲有喎，如果係女士咧，嗰、那個戒指個手指係長啲咧，佢哋發現咗咩咧？因為頭先話個腦比較左腦發達啊嘛，原來咧老人痴呆症嘅機會又少啲喎。嚇，係啊，如果女士上咗年紀啊，咁啊發覺有啲咁嘅嘢喎，咁啊咁仲有啊，發覺乜嘢咧？仲发觉啲好奇怪嘅嘢，有冇时间讲啊？定系翻嚟先讲啊？翻嚟先讲，翻嚟先讲啦。出广告先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几有趣啊！同阿赵博士咧就系讨论紧一啲嘅调查数据啦，咁啊即系用咗好多嘅研究啦，咁就分析下无名指长啲定抑或食指长啲有啲咩嘅唔同带嚟唔同嘅影响咧，身体方面啊，或者系人际关系方面啊，咁几有趣嘅话题，稍后翻嚟再倾过。喂，系嗱，我哋咧就41分就要完晒，即系可能有7分钟到啦，系嘛？翻到嚟可能系啦，我哋翻嚟咧，我想问你一样嘢，嗱，我问你一样嘢啊，中文，因为你知我 A B C 嚟噶嘛，咁嗰、那个、我识讲英文啦，英文叫 penis 啦，就系男人去小便嗰度啊，咁但系中文你哋通常喺电台点讲噶？中文啊，叫做阴茎咯，即系你哋用开阴茎系嘛？哦，嗱，阴茎咧，唔系，男人嘅生殖器啦。啊，好啦，系好啲。生殖器，总之靠晒你噶，因为我男人嘅生殖器系咪？即系男人 ，OK， 男人生殖器咧都有人研究埋。你谂下奇唔奇怪啊？喺几时研究咧？就系、是、呢个2011年嗰时咧研究咗，9月研究咗登出嚟。呢个唔讲得唔得啊？得，冇问题，冇问题噶。即系呢个系啦，我讲俾你听啦。吓，系咯，咪就系咯，我讲俾你听啫。有人有研究埋呢样嘢，同只手指长同短有乜关系？即系嘛，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因为个个一知道咗啦，又发觉证实咗啦，又多啲嘢走出嚟啦。
咁啊，咁就通常研究就係咁噶，就係、是、一爆出嚟咧，咁咧個個就諗下啊，我點樣可以咧啊？又睇下，即係個個都想黐住呢個文章喺度咁走出去。咪先，咪先嗱，我哋差唔多啦，差唔多啦，我哋翻嚟呢次講咩先？頭先講開，頭先講開，頭先講手指，仲有冇嘢講啊？有手指可以講講講，咁咁點樣？又講話前列腺啊，又講嗰啲即係嗰啲病啊，係啦，咁點啊？嗱 ，hold 住，嗱，仲有三十秒 ，hold 住，咁啊，繼續啦。嗯。包餐食同門票，每個城市帶你品嚐當地特色美食。由於行程深受旅客歡迎，現在加開3月1日同4月18日舊金山出發，每人2699元包舊金山來回機票、越南內陸所有段機票，係2699包機票啊！文景假期期待同大家一起暢遊越南，快啲打電話嚟文景假期報名啦！415-876-7888，等住大家嘅電話啦！4158767888，媒體近在星島報、星島中文電台、SFCDIC 華埠訪客中心。江門城會面，個個都俾面。好，繼續第二節啦，翻嚟咧，週末食碗面，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都會送出咧3套嘅戲飛，即係總共係6張嘅。咁啊點樣送呢？我哋就係以短信平台啊，你輸入誒，我一陣間會問3條問題，咁你輸入咧呢、這個文字信息輸入答案6503822808就可以得到啦，最快嗰3位啦，當然。好，呢、這個時間我哋繼續咧就係同阿趙博士傾一傾無名指同埋食指嘅長短問題。係啊，好啊。可能好似而家变咗睇相咁系嘛，我变咗即系落喺庙街度咧，即系打小人咁系嘛。但系你所讲嘅咧就系根据呢个即系研究嘅报告嘅吓。系啦，全部跟研究报告，所以我特登一定要 post 晒，我就 open 咗我 Facebook， 即系你终于一揿落去就睇到噶。咁啊变咗就有一样嘢咧就好重要要知道嘅，就系话你喺边度开始，你咪话有两副牌咧，两张牌咧系二仔嚟噶嘛，咁变咗你就走去换台，换咗去啊锄大碟啦，咁啊变咗你又梗系赢啦，因为揸住，但系你都唔记得喎，继续洗牌嘅时候咧，你下一 set 咧未必会系又系两一开始就派咗两张系二仔嚟嘅，未必会咁噶嘛。大家都明啦，係咪？咁所以留得耐啲時候咧，就唔代表你贏過去喎。咁你諗下，如果啲手指長啲嘅時候，嗱講緊嗰個戒戴戒指個手指長啲，我咪話即係考試啊，即係考埋嗰啲用左腦嘅嘢會高分啲啊咁樣。佢又證實咗呢樣嘢啦。咁但係咧，點解一路睇落去咧，去到80歲啊、90歲、70歲嗰啲時間再度一度咧，就發覺個分別唔大啦。嗯，個分別唔大，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哋會補翻噶嘛。佢會讀書噶嘛，佢會睇到嘛，啊咁啊唔係咁好，你繼續努力嘅咧，繼續擺心機落去咧，咁你咪追翻上嚟，仲有啲仲過埋嗰個天生嘅，因為天生你有 advantage， 即係你好啲嘅，唔代表你後天你會繼續補落去嘅，你可能覺得，哎我呢樣嘢掂嘅，咁啊唔理佢咁多，係嘛，可以咁嘅喎。啊，你可以係咁嘅，可能你唱歌係可能嚇攞冠軍嘅。點乜知咧？你攞完冠軍之後就做經紀，或者做經理嚇，爬到上經理咁，然後咧咁就咁，所以呢個半斤唔等於8兩。哦，係啦，呢、這個你諗下，呢個半斤唔等於8兩啊！呢啲 data 咧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啦。就係、是、你食一啲即係營養補品啊，或者食一啲有害嘅嘢啦嚇，咁入咗去裏邊咧，唔代表完全傷害或者完全補到你身體，因為你入咗去，佢一定去嗰個位噶啦。萬一佢啲細胞唔認識嗰樣嘢，或者佢嗰下裏邊咧，佢唔收，咁咪搞到打咗轉頭就係話 return to sender。钙片咪呢个问题咯，钙片咧同埋食钙啊，同埋食一啲嘢有钙啊，你谂住食咗落去就补翻啲骨啦。钙片系即系当然系加多咗，但系你本身个身体都未 ready 去食钙片，原来你个身体咧食咗落去嘅时候咧，佢原来去啲血管嗰度，咁啊佢梗系食完落去个胃吸收咗之后，梗系喺啲血管度，佢唔去啲骨度。喺翻个血管度游嚟游去啊，咁样咁又唔肯去又小便同埋大便都揾唔到，即系冇呢啲。跟住咧，你会发觉咁点咧？点样知要睇下嗰个 calcium test， 发觉喺个心脏度藏咗里边，因为你睇一睇 atherosclerosis 硬化咧，
即係其實啲血管變成變翻到啲骨咁嗰類啦，即係有啲 calcium deposit， 可以係食煙，可以食二手煙，可以亦都係唔夠維他命 C。咁佢哋一路一路追落去就發覺，咦，原來好多人都缺維他命 C 啦，所以搞到咁樣。嗱，開頭啊，你好難去揾曬人啊。手指嘅問題啊，係啦。咁啊，頭先手指同 data 啊，如果係啊無名指，即係戴戒指嗰個手指係長過食指嘅話咧，咁啊當然人緣好啊，或者多桃花啊咁樣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可能咧就會有呢一個前列腺方面嘅問題。咁如果女士咧，嗱女士嗱女士同男士咧。女士就冇前列腺嘅問題啦，所以咧女士冇啊。咁嗰個你唔好唔記得，我俾你啲 data 就係啲研究專家追落去裏邊時候揾到嘅嘢啦。佢哋揾到好多嘢噶，特別中意講男士啊，因為少中意講女士，少中意講。但係講到女士咧，就講喺老人痴呆呢個係近排啊，2020年登出嚟咧，就話啲女士咧，如果嗰個戴戒指嘅手指咧，無名指係長啲嘅時候咧。他们那个老人痴呆的情况是会少一些 risk 的。Okay. 少一些 risk 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他有另外一些 study, 就是你不要这些东西就是你不追落好像我说钙片啊那些东西 data 你不追落去就只是讲到这么多。只是知一样东西就是刚才那首歌说半斤和八两这个比例呢真的半斤未必等于八两半斤可能得一两。有些人呢努力一點的時候半斤有十兩回來的。人生呢那些細胞和我剛才說手指長和短的那個比例呢只是可以告訴你的開始是怎樣你之後是怎樣呢當你知道了你的開始是怎樣你不可以用後天來補回。但你現在起碼知道了開始是怎樣了。之後呢就大家聽完這個節目呢就個個望下自己的手指啊望下身邊那個啊是不是是不是生完噶，時間關係，傾住咁多先，因為我仲要有三套飛要送出嘅。咁啊，阿趙博士，你哋嗰邊咧就冇得上映噶啦，我哋依邊就有得上映。哇！開心，我哋真係開心。好，咁嗱，就問三條問題啦。其實節目開頭已經講過嘅。咁啊，今日咧葉麗玲即將要送出嘅咧係咩飛咧？係邊套電影嘅戲飛咧？如果你知道嘅文字輸入信息啦，650-382-2808，650-382-2808呢個第一條問題啦。第二條問題，頭先亦都開頭嘅時候講過噶啦，邊間戲院咧？我而家送出嘅飛啊，係邊間戲院嘅咧？咁啊，俾個 tips 你啦，喺三藩市噶。至於第三條問題，係送飛嗰個日期啊，送飛去睇呢一套戲嗰個日期係幾時咧？咁啊，我啊頭先亦都講過係四日嘅，咁啊係幾時咧？啊，總共有三條問題，如果大家知道的話，盡早可以利用短信平台650-382-2808，用文字信息輸入你的答案。重複一次第一條問題，葉麗玲即將要送出的是哪一套戲的戲飛呢？跟住第二條問題，是哪間戲院的戲飛呢要送出？給個提示你是三藩市的。第三條問題，去看這個送飛這套戲那個日期是幾時呢？啊，三條問題。好，今天傾住咁多先，趙博士，唔該曬，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下個禮拜再傾，拜拜。好，拜拜。喂，唔同大家拜個早年先，恭祝大家。係啊。恭祝大家，剛才好像恭祝大家就說希望你們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希望你今年一定好過上年。哎，吐氣揚眉啊。下星期見，拜拜。下個星期見，拜拜，拜拜。我的熱情好像一把火。好，那我今天要抄一抄一些答案，不跟你傾著了，下個禮拜傾。好啊，好啊，喂，講多一樣嘢俾你知。等你知道埋嗱，手指長同短，你一定有好多人問你啦。但你知唔知道某啲食物咧，就算你手指戒指手指長啲，個無名指長啲咧，某啲食物咧係會令到你咧可以發揮嗰個功能嘅。O、okay. K， 其中一樣嘢就係牛油果啊，係啦。牛油果 O K， 嗱我抄，我而家要搞掂啲聽眾先。你搞掂佢。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再傾，好，拜拜，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拜拜，下禮拜過年噶啦，拜拜，拜拜。咁就係嗰個牛油果，仲有咧啲深色葉嘅菜，同埋反而啲油少少嘅魚咧，嗰啲咧就可以 enhance， 即係無論你個無名指係長定短啊，都會 enhance 到咧嗰個 quality of 你嗰個啲荷爾蒙。咁所以呢個特別，我啱啱講個手指，我哋睇到嗰個分別咧，可以幫到個身體嗰樣嘢咧。如果男士啊，前列腺啊嗰啲，就係嗰個 pumpkin seed，
所以幾樣嘢好重要嘅，呢啲平時食都好嘅，牛油果啊，唔一定要有機啊，牛油果就跟住咧，然後咧就係深色嘅菜，有葉嘅嘅菜啊，嗰、那個就應該要有機啦。油嘅魚，啲魚咧就最緊要佢細條，雞蛋同埋仲有 pumpkin seed， 如果係男士，男士就 pumpkin seed 啦。好啦，咁就真係祝大家新年快樂啦，拜拜。